于正版《神雕侠侣》演员近日陆续曝光，此前陈妍希版小龙女造型被吐槽像哪吒像包子。昨日于正再次曝光了李莫愁的饰演者张馨予的造型，并称少女李莫愁之烦恼。与之前小龙女造型遭吐槽不同，相比之下网友对李莫愁的造型相对口下留情，有网友称像哪吒，但更多一部分网友盛赞此造型胜过陈妍希版小龙女。照片中张馨予一身粉色长袖，头发两边卷上去扎成两个似哪吒的发型，一边一条长长的白色发带，看上去非常清纯俏皮。随后张馨予也上传了一张李莫愁的造型，并称其实莫愁师姐也有懵懂气。此造型一曝光，网友纷纷留言赞漂亮，有网友称干脆一试两脚小龙女李莫愁，更有网友称支持杨过和李莫愁在一起。造型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赞漂亮，有网友称你演小龙女也比陈妍希演像，更有网友称这个李莫愁太年轻太美了。